你一定要撑着，只要你不碰地上，不碰墙壁，应该就会没事的。我也知道，可是我很早真的不行。在我坐下之前，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。不准说，有什么事情出去再说。不行，我怕我没有机会，我不说会死不瞑目的。我都说了不准说。哦，三哥。 你是不是要告白啊？怎么可能？你那时候牺牲自己来救我，是你喜欢我吧？明明就是临死前的告白，死不承认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没有？那你那天要说什么？你说啊，说啊，要说什么？随便了，是不是？就知道你喜欢我。